讲了，我不讲乘风破浪了。嗨嗨嗨，小丽啊。欸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体验的很酷的那个最新的水上的东西，是没错。现在这是全世界最流行的运动哦，这个叫做水、嗯，我们中文叫水翼啦，英文叫做 foil。嗯，对，它是一个水里面的飞机。好、哦，假设我现在把它翻过来，哦、这样看就很明显了。哦，如果它在水里面跑的时候呢，哦，它可以让你因为这一块前翼，可以让你把它带动，然后让你的板子腾空离开。所以意思说，我们其实在水上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慢慢往上。腾空的感觉就是上来一个。好，那我就看看我今天这两个小时内可不可以站起来，好不好？你今天一定会体验到起飞的。真的吗？对，是的。那这个呢，称它为风翼板。第一个哦，我会先让你用从跪姿的动作，然后去体验一下我们的水翼是怎么样离开，让板子离开水面，然后跟降落水面。那跪的位置呢，就会在这个黑色的线这边哦，两只脚膝盖就大概靠近它就好了。嗯，那我们会跪坐在你的脚上。嗯，好，前面会有一个船托，你会抓着它。对，那我们要控制它起飞呢，身体会稍微向后倾，让这个板子改变角度，让它微微的往上翘起来。那我想要让它降落呢，你就是让它这个板子哦从平行的变成是往下压的，它就会开始降落。那如果不想起飞，我就一直这样就好了。我会想办法让你起飞。OK， 好。主位，接下来你就先跪坐在板子上。好，感受一下哦，眼睛看前面，不要一直看水里哦。要下水就把把给放掉哦。好。先让你感受一下掉下水。不要啦！好，往后压就会飞了，往后压就会飞了。救命啊！好，往前压，好棒，棒。下水不要尖叫哈、哦！对，好，拉上去，然后脚蹬一下就上去了。最恐怖就这样，啊，你板错边了，你已经开始晕头转向了。太麻烦了。很恐怖吗？不会。对，好。刺激哈、哦，蛮刺激的，好像在飙车哎，而且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再来挑战一次吗？对啊，再一次，当然，我要让你控制的稳定的飞哦。站，很好，加油，加油。感受到那个身体控制的，好了，我一定要加油。比我想的进度还要快很多。我要不讲了，我不讲乘风破浪了。